没想到世上竟有如此厉害的草药。绝种草稀释其他药材的能力实在太强了，所以其他的植物根本不可能在它周围生长。可是现在只有2株，够不够用？足够了，因为这个绝种草本身能吸收周边各个奇珍异草的药效，只要取其一片，就能够应付毒瘟疫了。我这就去采。等一下，绝种草生长的时候伴随着许多副株跟它一起生长，但是只有主株具有解毒功效，副株的话剧毒无比，千万不能碰。阳光一照，绝踪草就会钻入地下。雨泽，我们的时间来不及了，我们碰个运气。我先采一株，如果我失败了，另一株你要交给顾北月，拜托了。七少，这样做不妥。万一……没有什么万一，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了。不要轻举妄动，我们一定还有别的办法。来不及了。七少，你先去拿匕首，这样避免碰到他们。好。七少，你不能死。雨泽，雨泽，雨泽，雨泽。雨泽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七少，七少，七少，你没事吧？七少，你这是何苦呢？为了我不值得，你要是死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真的没事，我这样的祸害，阎王爷他应该不会收吧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里跟我开玩笑？你没事吧？是不是刚才草药出了问题？没事，我觉得应该是一毒攻毒吧。百里姑娘，此处住的可还习惯？你是？这位是清妃娘娘。原来是清妃娘娘。
百里姑娘不必多礼。听闻百里姑娘对龙飞夜用情至深，真是让本宫感动。只可惜，龙飞夜深爱的却只有韩云溪，甚至为了他，暴露了毒蛊人的身份。你说什么？你还不知道吗？当日城墙之上，龙飞夜为了救韩云溪，化身成毒蛊人。只可惜，你的真心竟是错付了。你来找我就是跟我说这些吗？不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告诉百里姑娘。龙飞夜已经昭告天下，封韩云溪为后，甚至后宫不会再拿心扉。韩云溪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今日就是龙飞夜举行封后大典的日子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你失踪这么长时间，龙飞夜居然没有派人找过你，他还有心情跟韩云溪在那儿你侬我侬恩恩爱爱，可见他对你真是半分情意也无。百里姑娘，你我同为女人，本宫真的不忍看到你这样蒙在鼓里，所以特来告知。我不信，你说的我一个字都不信。你若不信，便随本宫去城楼看看。你看，河那边就是京都。现在那边烟火归令，不是为了封后大典，又是为了什么？百里姑娘，我劝你，该放下还是放下吧。龙飞夜他不属于你，你要是这样，到头来伤的只会是自己啊。飞夜哥哥他不会这么对我的，他不会的。哎，瞧瞧对面京都多热闹，哪像我们这里死气沉沉。哎，听说那边举行封后大典呢，想不到韩家那个废柴女能有今天。你们胡说八道些什么？飞夜哥哥怎么会娶那个丑八怪为后呢？哪来的疯婆娘，走开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这么喜欢你，难道你对我一点都不在乎？我已经为你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难道真的像楚清哥说的那样吗？你丝毫不会在乎我的感受。飞燕哥哥，这是为什么？我哪里比不上韩云溪？你为什么一点都不在乎我？这不就是他来了？需要帮忙啊！抬走！哎呦，抬走！什么人？你为什么跟他在一起？既然你们在一起，你们就都是我的仇人，我要杀了你们。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
朕还记得你小时候是多么聪慧过人，你母后是朕的此生挚爱，朕与她间谍情深。 喂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回来了，你怎么一天都不见人影啊？忙。你一天到晚忙什么呢？我哥身体不好，很多的事情都是我来处理。真是累死我了。你找我干嘛？城里新开了一家酒楼，那里的糖蒸酥酪听说特别好吃，我们明天一起去吧。 这里不错，挺热闹的。那当然了，这可是全京都最豪华的酒楼了，好多达官贵人都来，就这个包厢都要提前三天预定呢。真的？嗯。哎，那你怎么不约小殿下？你不会是跟上次一样和他闹了别扭，又把我拉来当垫背的吧？他呀，他太忙了。听说师兄最近不是生病了吗？ 朝中很多事情都落到他的头上，本来师兄呢是想我们早日成亲的，可他忙得连个人影都见不到，真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了。对了，宁静小姐，在下突然想起来，还有好多公事没办呢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坐下。 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这次约你呢，就是想和你聊聊朱鱼姑娘的事情。朱鱼是个好女孩，你得珍惜她呀。哼，属下，你说你连日东奔西走的，难道你就不想她吗？想啊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们俩总是聚少离多，不过也习惯了。 其实这样挺好的，每次见面都有聊不完的话。真羡慕你们。那这杯酒我敬你和朱玉姑娘，祝你们百年好合。好，来。那属下先告退了。哎呦，客官，不好意思啊，本店啊现已客满。去北宫大人的客房。 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客官，这边请。请。小心，楼梯比较陡，我扶你。多谢。小殿下，快快请坐，快快请坐。下官敬您一杯。 啊，小殿下今日拨冗前来，令下官实在倍感荣幸啊！
北宫大人几番相邀，我若是再不前来，怕是有人要说我不识趣了。小殿下说笑了，小殿下日理万机，今日又替大殿下巡视军营，犒赏三军，为朝中大事，实为废寝忘食啊。今日下官才请小殿下出来散心半日，劳逸结合才能事半功倍呀。如此就多谢北宫大人了。刚才小女陪小殿下游玩汉湖，不知这汉湖的景色可入小殿下的眼呢？云秀小姐，城波潋滟，气势恢宏，不愧是京都第一湖，再加上有家人相伴，更觉得景色壮丽。哎呀，小殿下看得起小女，真是小女的福气呀，还不快敬小殿下一杯。爹，瞧你说的，小殿下才不是那种目中无人的人呢。多谢小姐。下官就这么一个女儿，平常难免娇惯了些，还望小殿下莫要见怪啊。大人多虑了，小姐天真率直，很是可爱。哦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让小女以后多陪小殿下出来走走。啊，怎好占用小姐的时间呢？小殿下，我最多的就是时间了。哎，云秀小姐，冷静点，小殿下可能只是逢场作戏啊。唐离，你不是说你没有时间吗？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我正在谈正事儿。西风，你先带宁静回去。闭嘴！谈事儿？我看谈的是婚事吧。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呀？赶紧先回去。怎么？你的好事让我撞破了，恼羞成怒赶我走是吧？我偏不走。你是何人，胆敢在此放肆？我是唐离未过门的妻子，我劝你最好不要痴心妄想。既然未过门，那就不算是妻子。你，怎会有如此刁蛮的女子啊？我与唐离应父母之命，缔结婚约，岂是你能污蔑的？宁静，你太过分了，赶紧道歉。你为了一个外人凶我，我偏不道歉呢。那你就赶紧出去。西风，不用你赶我，我自己会走。你西风，帮我看着他，别让他再闹了。是。宁静小姐，宁静小姐，你跑什么嘛？我看你刚才也没吃什么东西，要不然我再带你去吃一口。吃什么吃啊？气都气饱了。要我说呀，刚才你也挺过分的。你想，那姑娘被你泼了一脸水，人家无辜不无辜？那是她活该，她都抢我相公了，我凭什么不能泼她？属下倒是觉得吧，小殿下对那个女的没有什么意思，在于面子上，吃顿饭总可以吧？你想想，他父亲是朝廷重臣，这个面子总不能不给吧？你别替他说话了，你看他到现在都没有追出来，肯定是怪我搅了他的好事。他说什么我都不听。哎，小殿下来了，你看看。那小殿下都来了，属下就告退了。你来这儿干什么呀？你怎么不去陪你那个小姐啊？你都跑了，我还陪什么小姐？你都要跟人家谈婚论嫁了，关我做什么？再说了，你要是把人家娶进来，怎么介绍我呀？你说什么呢？谁说我要娶她了？我都听到了，你别耍赖。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那些天宁的老臣明着是归顺，可是背地里呢？谁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？我不得花时间一个一个去摸清他们的底细？他们自己凑上来，那总比我自己找借口去接近他们强吧。再说了，特别是这个北宫何泽，你忘了他以前是怎么对付我们秦王府的吗？真的吗？不然你以为呢？我要是真有这个想法，那我还来这儿干什么？有这时间我不会休息吗？大小姐，我最近真的忙得脚不沾地，你就行行好，别再让我操心了。
唐离，我饿了。走吧，我带你去吃好吃的。看了那么长时间，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？这个绝踪草果然跟传言中是一样的，要烤上半个月才会开始变枯。照这样看来，怎样也得烤上数月，它才会彻底变干枯。数月的时间肯定是来不及了。这样，我们分头行事，你留在这里继续烘烤绝踪草，我就把这一颗送到顾北月手上。嗯，七少，我跟你去。雨泽，你要知道，现在什么对我们来说是最有利的选择。可是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好，路上又颠簸。你放心，我能应付得过来。更何况现在那么多人需要我们的帮助，还有那么多的事我们要去做，我不能只顾个人安危。更何况我出了什么事你怎么办？你还是留在这里吧，别让我担心。那好吧，七少，你千万要保重身体，不要硬撑。你若是倒下了，天尼那边也拿不到绝踪草。你放心吧。小东西，这次美人血的解药肯定又少不了你的血了。你可真通人性啊。云溪，你应该多注意自己的身体，你这都几天没有休息了。没事儿，反正我睡不安稳，还不如多做一点事情。你是不是去宫里啊？我新研制了一种药，想给殿下试一试，希望能有效。这个是我给百里明香美人写的解药，连夜赶制出来的。啊，稍等。我记得我爹说过毒蛊还有其他解法，他真没有跟你说吗？没有，想必是宗主那时为了让你宽心，不得已才说下的谎言。我从未听说过毒蛊还有解药。按道理来说，毒医在研制毒药的时候应该会想到解药啊。你也不必太过担心了，殿下是战神，他的身体异于常人。你想，当年那么多毒蛊人，只有殿下存活下来。他现在正在慢慢康复中，或许将来能完全好也说不定。小殿下为何站在这里不进去？还不是我哥又在睹物思人了，我也不敢打搅他。殿下，这是臣新研制的药丸，早晚各服一粒，还请殿下按时服用。有劳顾太医了。
这是我家小姐研制美人血的解药，让微臣转交给殿下。殿下，真的不想见我家小姐。想必你也知道我和你家小姐的情况。微臣明白。百里姑娘，感情这种事情不可强求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来，吃点点心吧。我要回京城杀了他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，你舍得杀龙飞夜？我说的是，韩、云、溪。百里姑娘，你可千万不要做傻事啊！我落到如此地步，都是因为韩云溪。不亲手杀了他，难解我的心头之恨。百里姑娘的心情本宫都能理解，但你毕竟曾是秦王身边的人，此时又身在西京，若没有足够的筹码说服陛下，只怕陛下不会放人。属下已经发现百里小姐囚禁的地方，旁边还有条山路可以绕开西京城门的守卫。好，我们今晚就行动。是。不用等今晚了。我现在就送你们上路。说。快。大人。真的以为西京是这么好潜入的吗？现在该去救你们家小姐百里梅香了。遵命。等等。小心行事。是。你是谁？小姐，在下孟阔，奉命前来保护小姐。小姐，在下已经掌握离开西京的秘密路线，请小姐随我离开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回禀陛下，一切都在我们的计划之内。你找的人可靠吗？请陛下放心，都是万里挑一的高手。只要他们不露出马脚，跟着百里姑娘回京，靠近龙飞夜就可以趁机杀了他。是。等一下，为了事情万无一失，你也跟着一同回京主持大局，有事情立刻汇报。老奴遵旨。撤。撤。
丫头，原来你真的在顾太医家里啊？我不认识你，你走吧。我好不容易才回来，你都没有想我吗？我是来找顾太医的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他商量。有什么事情你跟我说，我给你转告。说完赶紧走。多日不见，你的心怎么变得这么硬啊？哎，我从北冥山跑回来，差点命都没有了。你这样对我，我真的好伤心啊。你不是回北利了吗？对啊，我是回北利了，但是回到南疆之前，我已经跟北利断绝了关系，我现在不是北利的人。这样也好，你总归是自由了。可是你我之间，骗了就是骗了，朋友之间没有了信任，就很难再做朋友了。毒丫头，以前骗你是我不对，但从此以后我不会再骗你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再说了，我也从来都没有只想当你是朋友。我继续忙了，你走吧。反正我不走，我说了，我就在这里等顾太医回来。太医院忙着呢，顾太医能不能回来都说不定，你要真的着急就进宫去找他啊。进宫？那个地方已经是轩辕家做主了，更何况龙飞也能让我进去吗？那你就去客栈，顾太医回来我让他去找你。对，丫头，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，你行行好好不好，让我留在这里。哎，这里有张床，我就睡在这儿好吗？哎，这里也有吃的，我就停停晚休息了，然后就安心等顾太医回来。我说你，我先吃点东西，然后补补觉啊。太好了，杜丫头，以后可以天天看到你，还可以跟你说话。莫非我已经找到了心里的归宿？百里姑娘，你回来了。顾太医，我不在的这段日子里边，不知道飞叶哥哥怎么样了。殿下自上次毒蛊发作之后，情况不容乐观。既然他身体这么不好，为何还要举行大婚？大婚？什么大婚？前一段时间，这宫里不是举行了封后大典吗？没听说。百里姑娘是从何得知啊？好你个楚清哥，原来是为了骗我回来。不过既然没有封后，也就是说飞叶哥哥的心里未必只有韩云溪，那我还有机会，那真是太好了。对了，顾太医，我的美人血可以救飞叶哥哥，现在还请你帮忙，帮我一起研制出解药来救他。这个……难道顾太医不想救飞叶哥哥吗？现在除了我，还有谁可以救他？好吧，百里姑娘，请跟我来。毒丫头，吃饭了。毒丫头，吃饭啦。哎呦，快，对我来说真的很不容易的，做这些。这么多你吃得完吗你？我看你这几天没有好好吃饭，所以就多买了一些。你只吃你自己喜欢的，剩下的交给我就好了。你不是说你身无分文吗？我身无分文。我都是在客栈里面赊过来的。一会儿你给我点钱，我还给他们。有赊有还，再赊不难吗？行啊，你花我的钱给我献殷勤。你别怕呀，我以后啊，我给你当佣人。你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贵公子，我还是别给自己找麻烦了。你吃完该上哪上哪去，
别在我这待着，我可走不了你。你可别这么说，我给你制药，你不是要给龙飞叶解除身上的毒蛊吗？我可以帮你啊。不劳您费心了啊。再说了，我一定要等顾北月回来的。哎，顾北月他现在在太医院忙着呢，他根本就没有时间跟精力。哎，顾北月他呀，对于解毒来说是个外行，你一定会需要我的，我呢才是你最好的帮手。你不是讨厌龙飞叶吗？为什么要帮我？我很讨厌龙飞叶，但是只要你开心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我不希望你因为我去做你不喜欢做的事情，而且……而且什么？反正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。这是我的选择，你有你的执念，我有我的选择。反正我们两个也说服不了对方，那就交给时间吧。难道你不想救他吗？当然想了。那你想救他，我帮你便是。顾太医，白丽姑娘，你失血过多，怎么不好好休息啊？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告诉飞叶哥哥。姑娘既然愿意舍身救殿下，为何又不愿让殿下知道？一直以来，飞叶哥哥他担心我的身体，反对我养美人血。要是让他知道，我担心他不会喝下药，所以拜托了。好，我明白了。姑娘请放心，这药里除了美人血，我还掺了其他药材，药味较浓郁，殿下是尝不出来的。多谢顾太医。韩云溪，你的好日子很快就要到头了。殿下觉得怎么样？本王觉得这个味道很熟悉，好像以前喝过。这个药是微臣最新研制的，用了不少名贵的药材。看殿下气色，看来效果不错。宁静，你想吃什么呀？吃什么都可以啊。那边那家怎么样？我们走吧。走。去吃好吃的。我哥本来就身体不好，现在又多了一种病。又得病了？相思病啊。平时看你挺聪明的，怎么这会儿又冒傻气？那既然师兄那么想云溪，那为什么不跟他解释清楚呢？毒宗也不是他杀的呀。再说了，如果云溪真的心凉了，另找他人怎么办？不会吧？怎么不会啊？我最了解女人了，女人一旦心死了，就怎么也挽不回来了。真的？嗯。幸好我派人暗中盯着他，韩云溪一心忙着研制解药，要不然的话，还真说不准。别想了，先吃点再想吧。小二。哎。老板，客官，您的菜，请慢用。小殿下，顾七少去找王妃娘娘了。什么？他在哪儿？在顾太医家。糟糕，顾七少以前就整天跟着云溪屁股后面转，他不会趁虚而入吧？他敢！我绝对不能便宜顾七少那个家伙。哎，你去哪儿？饭还没吃。
你又忙什么呢？跟你说了，这些东西我们着急不来的。哎，让我来吧。哎，我来，我来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龙飞叶他已经脱不了了，所以我得尽快找到解毒蛊的办法。好，我帮你。嗯，好你个韩云溪，我哥为了你病都没好，你倒好，竟然在这里公然勾搭男人，你简直就是水性杨花。哎，你再说一次，怎么想打架？来啊，你以为我怕你啊？好的教训。行了行了行了，龙飞燕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，就别侮辱人了。听到了没有？我，世上怎么会有你这么没有良心的女人？我哥为了让你心里好受一些，平白无故承担了杀人的罪名，你竟然还说这样的话。什么意思？说清楚。说就说，我早就看不下去了，你爹根本就不是我哥杀的。不可能，我爹明明死在他面前。死在我哥面前就一定是我哥杀的吗？那是谁？是百里明香。百里明香？他为什么这么做？好，我现在就一五一十地告诉你。都清楚他的位置了？清楚了。你们现在就去活捉韩云溪，她是龙飞叶最爱的女人。只要我们有了他，就可以牵制住龙飞叶的逆贼。遵命。原来我爹是因为我才死的。丫头，你不要再想了。我怎么可能不想？我一直以为是他杀了我爹，所以我才心安理得的怨他恨他，可是我一直错怪了他。但你并不知道，中间肯定有误会。可他为什么要骗我？我要去找他。哎，丫头，顾西少，你带云溪先走。走，快走！不用管他，追韩云溪。
走，快！哥，韩云溪出事了。这边，是他们，拿下！坐，你怎么样？我真的没事，死不了。齐少，我真的谢谢你每次都这么拼命的救我。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跟我说谢谢。如果你真的很感动，那就以身相许吧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这么不正经？我给你处理一下伤口。我就这样靠你一会儿，丫丫头，还好你今天没事。但是这次这个劫我可能是过不去了。殿下，凶手已经被小殿下发现，他正带着禁军追击。韩云溪找到了吗？属下最后一次得知娘娘位置就是在这片区域。一家一家给我搜。是。搜。幸亏没有伤到要害，但是流了很多血，得休息几天。你身上有伤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我看一下。没事，我真没事。哥，他们没有大碍，我们走。殿下，不是你看到那样，你听我跟你解释。没什么好解释的，你我之间既然已经和离，你和谁在干什么，都和我没有关系。殿下，丫头，你没事吧？我飞燕。不要欺人太甚。西风，王妃娘娘，随属下回宫吧。走。齐少，你别管，我来吧。小心点。西风，我们回顾太医家。娘娘，你就别为难属下了。我说回顾太医家。
顾太医家现在不安全，那些刺客万一再回来怎么办？现在禁军正在全城搜捕，他没那个胆子回来。再说了，你的暗卫兄弟不都跟着吗？可是娘娘，殿下恕罪。都城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身为禁军统领，竟然现在才出现，成何体统？罪臣之错，请殿下责罚。去御史台领罪吧。谢殿下。哥，你看。慢点，小心点，你要不要紧？我说了，我真的没事，死不了。西风，你先回去吧。我不回去。殿下要是知道我把您送回顾太医家了，非扒了我的皮不可。你不回去复命，他才要扒了你的皮。那我也不回去。况且，虽然这里没有刺客，您一个人在这儿，属下也不放心啊。西风，你未免也太看重我了吧？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，我能做得了什么？你没有听你们殿下说我已经跟他和离了吗？我现在跟他再无瓜葛，我做什么、干什么都跟他没有关系。你赶紧走吧。娘娘，你知道西风不是那个意思。出去。躺下。殿下，韩云溪人呢？王妃娘娘去了顾太医家。怎么办事的？殿下恕罪，王妃娘娘执意要去顾太医家，属下也是无可奈何。殿下，王妃娘娘的太医药包还在这里，你看是不是应该给她送回去？你身上有伤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我看一下。我没事，真没事。你我之间既然已经和离，你和谁在干什么，都和我没有关系。殿下，拉倒。杜丫头，齐盛，你醒了。杜丫头，来，先躺下。杜丫头怎么样了？来，你先躺好。我家小姐已经无碍了，我已经给她上了药，现在已经睡了。那就好。齐盛，之前的事情多有得罪，这一次真的很感谢你用性命护了我家小姐。不要跟我说感谢了，哎。如果真的要感谢的话，那你就让你们家小姐以身相许吧。还请你不要拿我家小姐的清白开玩笑。不要这么严肃好不好？我跟你说，我要是为了自己心爱的女孩，我是会拼命的。虽然我是个外人，但是我还是希望劝你一句，感情这东西是不能勉强的，有时候早放手或许对大家都好。你看看你，所以到现在还是单身一人吧。我跟你说，感情这个东西，不到最后一刻，根本不知道谁胜谁负。上天也不会眷顾那些遇到困难退后的人，所以啊，到了最后我输了，
也不会后悔的。好了，先不说这个了。绝踪草找到了吗？拿去吧。殿下，我们对南疆的毒瘟疫暂时的压制了，却没有办法彻底消除。如果一年之内没有找到解毒的办法，那么毒瘟疫还会再次复发，到时候恐怕存活的人只有十之一二。现在也只有这绝踪草才能够彻底的压制毒素。天辉帝一直没有大动作，原来是一直在等待时机。只是这绝踪草就这么一小颗，能够救南疆那么多百姓。殿下，你可不要小瞧了这一小节的绝踪草，此草是融合了千百种名贵药材而生成，药效十分强大，将它烤干之后放于通风之处，那么方圆千里之内都可以得到它的药效。那就有劳顾太医尽快将绝踪草烤干送往南疆。殿下，正是因为此草独特的药性，所以它的烤制方法和时间都非常的讲究，没有半个月是烤不好的，所以微臣需要时间。时不待我，成败的关键就有劳顾太医了。微臣不敢居功，此草药是顾七少拼了性命采回来的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昨日好像有人刺杀王妃。啊，真的吗？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啊？真的真的，听说王妃还受了点小伤呢。这个事儿我知道，王妃确实受了点小伤，没什么事情。那天带我回天宁的那些人究竟是什么人？很可能这一切都是天辉和楚清哥的阴谋，他们只是利用我回到京城伺机行动。蠢材，废物！李公公，请再给属下一次机会，属下一定将功赎罪。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，古府此时已是重兵把守，你还有什么办法抓到韩云溪？不如让属下去找百里明香，让他帮忙把韩云溪给引出来。百里明香这个丫头鬼得很，恐怕已经知道我们是在欺骗她，现在躲在都监府都不出来了。那公公的意思是？看来只能咱家亲自出马了。殿下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对了，西风，顾太医府邸要找人看护好，首要是保护好云溪，记得每天回来跟我汇报情况。另外回王府把赵嬷嬷接过去，方便让她去照顾云溪。好，那属下这就去办。嗯。怎么样，哥，追到了吗？没有，我会继续调查的。看样子是西京那边派来的人，他们很清楚云溪是我的软肋。这个天辉帝真是太可恶了。哥，我们要不要把云溪接回宫里，省得每天提心吊胆的。西风啊，这个东西你要把它这样放，把它放好了，到时候交代给小姐吃。这样都是娘娘喜欢用的花溪扣天鹅颈洁颜霜。哦。啊，还有这个盒子呀，这里面是赵嬷嬷。娘娘，殿下让我来照顾您。我挺好的，不用人照顾，你们回去吧。哦，对了，娘娘，这药包还是你的呢。谢谢。娘娘，您跟殿下闹别扭，
难道也连带着生我们的气不成？嬷嬷，你多心了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只是我毕竟不是秦王妃了，怎么好意思用王府的人呢？一日为主，终身为主。您是主子，跟王府无关。再说了，最近殿下脾气坏得很，很不好伺候。不如，您就让老奴在这里清静两日吧。啊，我还给您带了您平日里最喜欢用的花西扣天鹅颈洁颜刷啊，和一些换洗的衣物。行吗，嬷嬷，你爱住多久住多久。那我去忙了。你先收起来。哎，你起来干嘛？小心伤口。你怎么样？你好多了吗？没事。娘娘。他谁啊？啊，你叫我赵嬷嬷就行。听说多亏了你救了我们家王妃娘娘，殿下特意让我来照顾娘娘和你，有什么事儿啊，您尽管吩咐就是。真是不安心又找个人来监视我们。哎，这位公子，别人我不敢说，我们家殿下对王妃娘娘绝不会有此等龌龊心思。您身为我们家王妃娘娘的朋友，实在不该在背后说我们家殿下的坏话。你嘴里的殿下是你的主子，那不是我的主子。怎么，他位高权重，我不能说他的坏话呀？你，赵嬷嬷，麻烦你做一些清淡的吃食。是。你怎么这么尖酸刻薄？赵嬷嬷在王府的时候挺照顾我的，你尊重她一些。谁让她是龙飞夜的人呢？赵嬷嬷人很好的，你别惹她生气。杜丫头，怎么了？你原谅龙飞夜了？这是两码事。那就好，我以为你这么没出息，她跟你说了两句你就原谅她了。别说她了，昨天谢谢你救我。哎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为你做的这一切就不是为了一个谢字。我知道你是真心救我，说谢这个字就是看清了你这份心。可是我如果不说，我心里会不安的。齐少，从今天开始我们忘掉过去，重新开始吧。你说自从你娘去世之后你就没了家人，从今以后我变成你的家人，可好？家人？我可以说不好吗？我到现在跟你说了这么多，你没有感受到吗？齐少，对不起，我不能接受你的心意。我的心很小，小到只能容纳一个人。如果只是因为我不能跟龙飞夜在一起，转而跟你好，这对你不公平，也辜负了你的真心，我也会讨厌自己的。杜丫头，我到现在为你做的任何事情是顺从我的心意而已，我都没有盼望着你给我回报些什么。你不要有压力。我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。你值得我对你这么好。自从我娘死了以后，你是第一个真心的平等对待我的人，没有白眼，没有企图，是你让我知道了我还有爱人的能力。所以杜丫头，你以后不要有压力。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遇到了爱我的我也爱的那个人，那个时候啊，我就不理你了。你到时候不要难过，不要哭鼻子啊。如果真有那天的话，我一定真心实意祝福你爱的那个人，因为他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，得到你这样的好人。齐少，你一定可以找到的。云溪，我再好，等来的不是你，又有何意义？
哎呀，走吧，整天闷在房里，出去走走，吃点东西。哎，来了。啊，王妃娘娘，快过来吃点东西吧。啊，坐。啊，慢点。季少爷坐。这都是你喜欢吃的清淡的。哇，朱鱼呢？哦，朱鱼姑娘被殿下派出去执行秘密任务，执行完之后就会回到京城。你可别忘了，朱鱼是我托付给你的，千万不要辜负她。季少放心。云溪，云溪，宁静，你怎么来了？他们都说你受伤了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看我好着呢。嗯，没事就好。嗯，你看师兄多关心你啊，还派赵嬷嬷过来照顾你。你可不要辜负他。请。请问阁下是李公公？正是咱家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李公公来得正好，我请问你，清妃娘娘说韩云溪和飞叶哥哥大婚，还大肆举办封后大典，说的都是些鬼话吧？还有，上次所谓白孝川的手下救了我，也都是你安排的人吧？百里小姐果然聪明，什么事都瞒不过你。李公公说这些谎话，寓意何为啊？当然是为了帮助百里小姐。帮我？我说过，韩云溪必须由我亲手处置，你们为何还要派人追杀他？百里小姐，真是误会咱家了。咱家命手下抓的是活着的韩云溪，抓到后马上交给百里小姐处置。奈何秦王殿下护妻心切，对他们动了杀机，他们为了保性命，不得已才做出了这样的乱子。秦王殿下对韩云溪真是情深意重啊，为了这一点小事竟然亲自带重兵相救，现在更是为了韩云溪把顾家围得水泄不通。咱家真不知道秦王殿下是看上了韩云溪哪里。别再说了。现在看来，只有百里小姐才能想办法引出韩云溪。此事不用你操心，我自有对策。丫头，你看我已经痊愈了，这次你的功劳不小，真的很厉害。你说什么？你伤这么严重？没有啊，我全好了。你看好了。怕是绝踪草在体内起的作用，真是因祸得福。不行，要是伤好了，杜丫头说不定会让我离开。哎，我带你去玩。坐坐坐坐，你说你别逞能了。外伤好了，但是内伤还没好。你什么都别想了，赶紧回去休息。好。你带我回去吧。行了行了。又吵架了，到底怎么办啊？楚大人，吃点东西吧。哎呦呦，哎呦，小兔崽子，你吓了我一跳啊！嬷嬷，你帮我想一想。殿下让我每天汇报王妃娘娘的情况，可是
娘娘跟顾七少两个人，他们俩……哎呀，反正我该不该汇报啊？我要是说了的话，我又担心殿下会难过。要是不汇报的话，万一娘娘跟顾七少真的跑了，那属下可就难辞其咎啊。要我说呀，你不但要汇报，还要添油加醋。添油加醋？嗯，那两个人不闹得更僵了？你看啊，你这一说呀，殿下就吃醋，一吃醋啊，就找上门来找王妃娘娘吵架。这一吵架，事不说开了，说开了不就和好了吗？也省得你两头跑，不是？这么说，能行？哎呦，一个两个呀，都是不解风情的呆头鹅。你听嬷嬷的，没错。行。哎，西风，哼，你怎么了？愁眉苦脸的。殿下让我每天都汇报王妃娘娘的情况，我开不了口吗？你就照实说啊。照实说啊。确定。那你就应该添油加醋的说，让师兄赶紧去把云溪接回来啊。你们几个是不是商量好的？商量什么呀？哎呀，反正啊，你说不出来你就写出来，写不出来你就画出来，这都不知道，真傻。每天要出来多走动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这样才好得快啊。好好好，你都快成管家婆了。还不是为了你好。你说的都对，我听。七少，你先回避一下吧。咱们俩什么关系啊？难道这种事情我不能在场吗？哎呦，先回去吧。好吧，如果他欺负你的话，你就跟我说，我帮你出气。嗯。有事吗？在顾太医家住的还好？挺好的。那就好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没有吗？那我爹的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要给百里明香做替罪羊？你回答我。我没什么好说的。没什么好说的？即使我们从此陌路，你也不在乎吗？既然我跟谁在一起做什么都跟你无关，那你今天来干什么呢？你走啊。哥，军营已经集结完毕，就等你一声令下了。哥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没事，只是有点累了。哥，你还不把韩云溪接回来？他在那儿挺好的，
他还不肯跟你回来。哥，其实我觉得既然你喜欢他，就应该努力把他留在身边啊，要不然你就放下身段哄哄他，要不给他准备点什么惊喜，他一开心就什么都解决了。要不然我帮你想想，女人最喜欢这套了。惊喜老就告诉云溪。不用了。为什么呀？你真的不想让他回来了？也许和我在一起才是对他最大的伤害。搞不懂你到底在想什么。你不用懂，你只需要专心处理朝政，我的事情你不用管。宁静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到一个好消息，所以迫不及待的来告诉你了。刚才啊，我听师兄和唐离商量，说要给你一个惊喜，肯定呀是想跟你和好。你听错了吧？我跟他已经没有关系了。我爹的事情他也不肯解释，我觉得他一定是恨我爹害死了他全家。那肯定是气话。你想啊，他看见你跟顾七绕在一起，他肯定生气啊，所以他口不择言嘛。但是他越凶你啊，就代表他越在乎你。他就算在乎我，可他什么也不说，我怎么知道他的真心？我想替他分担一切，可是他总不愿意敞开心扉。那师兄要是想和你重新和好，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啊？我爹都这样害他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他。那以前那个勇往直前的云溪去哪儿了？越是这种时候，你就越应该陪在他身边，除非你不想要他。可是他还需要我吗？如果不需要，他会给你惊喜吗？会求你回心转意吗？哎，云溪，你就给师兄一个面子呗，别再跟他闹脾气了。你真的没有听错？当然没有听错。你还是很期待的是不是？如果他愿意，我想一辈子都陪着他。王妃娘娘，您的信。我的信？谁送的？不知道，小孩子放下信就跑了。黄昏之时，轩辕四溅。哎，这就是师兄的笔记。哎，我就知道他肯定会约你的。那我该怎么办？当然是去啊。哎，等一下，既然是去约会，就不能让那些跟屁虫破坏气氛。我得想办法把那些暗卫引开，尤其是顾七少，千万别让他知道。这样好吗？今天楚西风不在，我去跟他们说一下。哎呀，没事的，自从你出事以后，城里巡防的禁军多了整整一倍，晚上睡觉都不用关门的，没事。那我们怎么耍了他们？找办法。殿下，别找了，殿下，
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殿下。别找了。百里凝香，怎么是你？韩云溪，没想到是我吧？那封信是你写的？是啊，飞叶哥哥的笔迹，我早就能模仿的一模一样了。放开！过来！放开我！啊！师兄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殿下，我……你为什么穿着云溪的衣服？殿下，我们派自郭太医家里的护卫说，王妃娘娘已经回到宫中。宁静姑娘，莫非是你？那所有的护卫都是跟着你回来的，那王妃娘娘呢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师兄，不是你写信给云溪，约他到轩辕寺见面的吗？我以为你要给他惊喜啊，我就设法摆脱了侍卫。百里凝香，蝴蝶跟你无怨无仇，你为什么要杀他？他对飞叶哥哥犯下的罪孽，足够我杀他千百次了。龙飞叶从来就不是你的。你没有资格替他做任何事情。是啊，他从来都不属于我。即使我为他受尽了苦楚，他也从不对我动心。可是凭什么你就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他的心？我不甘心。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？你以为我不想吗？如果我杀了你，飞叶哥哥会放过我吗？他甚至会恨我，那还不如让我去死。但是杀了你爹就不同了。你爹是他的仇人，我杀了你爹，飞叶哥哥也不会把我怎么样，但是却可以让你痛苦难过，这就是你的目的。我真可怜你，因为即使没有我，你也不会得到龙飞叶。我得不到的，你也休想得到。你错了。龙飞叶会来救我，我们再也不会分开。你想的可真简单，你和他之间注定只能活一个。什么意思？你放心，我是不会杀你的，因为我有更好的办法可以折磨你。我问你刚刚说的是什么意思？你爹真不愧是独宗啊，真是又毒又狠。如果他不说，这个世界上谁会知道？只有加入独宗一脉的心血作为药引，才可以解除古人之毒。现在独宗已死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可以救飞叶哥哥。但是如果取了你的心头血，那你就会死。所以你到底是要舍命救飞叶哥哥，还是继续苟且的活着？所以你就杀了我爹。这样一来，只有我死，龙飞叶才会活着。我说过，我得不到的，你也休想得到。如果当初独宗舍命救了飞叶哥哥，那你和飞叶哥哥之间便
便再无阻碍。你看，韩元熙，我也是被逼的。百里冥想，你就是个魔鬼。只要能够拆散你们，变成魔鬼又如何？没有什么可以拆散我，因为即使我死了，我也会活在他心里，再也不会分开。那我现在就取了你的心头血，让你再也见不到他。李公公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咱家不跟着百里小姐，怎能得知如此惊天的大秘密？你想干什么？只要韩云溪一死，那轩辕家的逆臣贼子也就活不成了。百里小姐觉得咱家想做什么呢？不，你不能杀了韩云溪，只有他的血能治好飞叶哥哥，我绝对不允许你杀死他。咱家在宫中见过越女毒妇无数，都没见过你这么扭曲疯狂的。为什么？我不是在救你，而是在救飞叶哥哥。你一定要救他，否则我变成鬼也不会放过你。放心，我肯定会救他，我对他的心不比你少。杀韩云溪！殿下。保护殿下！殿下，你没事吧？没有大碍。百里冥想受伤了，我们赶紧带他回去。咋？飞叶哥哥，冥想，冥想，冥想，真的用
尽了所有去爱你，这一生能够遇到你，我很幸运，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，只可惜名相福薄，恐怕不能再看着你，陪着你。飞燕哥哥，我这一辈子都是为你而活，可是你却弃我如敝履。其实我早就不想活了，这样也好，这样也好。臣教女无方，害得殿下和王妃娘娘身陷险境，请殿下恕罪。百里将军，我们先出去吧。明香，对不起，明香，天来晚了。谢谢你刚才舍命救我。暗器上带毒，幸好是有你送我的药囊。云溪，你不要心存感激，你并不欠我的。百里明香的死，百里将军会不会介怀？百里将军一生效忠秦溪，即使在秦溪灭国之后也未改初心，他对秦溪的忠诚无需怀疑。明香的事错在我，如果我一开始能够处理好，也就不会变成这样。每个人的路都是自己选择的，你不要把所有责任揽在自己身上。如果需要，我去跟百里将军解释。不用了，
我会处理的。殿下，你总是这样，一直在拒绝我。唐林，你陪我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我想去看看师兄和云溪。我求你别再去添乱。你以为我愿意啊？我怎么知道百里明香和李泉他们两个会合谋害云溪？如果不是你，韩云溪不会被抓，我哥也不用独闯龙潭。百里明香也不会死。你现在不知道反省，还要去给人添麻烦吗？百里明香死了，我错了，我要想办法去弥补一下。弥补？如果你真想弥补，就好好待在这里，哪里也别去。别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完全不顾虑别人。你可知道你的随心所欲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？我都是为了师兄和云溪啊。如果你还要这么为所欲为，就请你回云空学院去。他一定讨厌死我了，我不如那些名门闺秀温柔之礼，整天就会欺负他，而且还闯了那么大的祸。如果我再死赖在他身边，他一定会更讨厌我。殿下，百里将军那边怎么样了？百里将军说，军中不可一日无将，便连夜带着百里小姐赶回去了。猴子，猴子，除了这些，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些什么。太妃走了，明香也去了。殿下，属下曾经记得，您经常劝告唐离殿下，还有宁静小姐，珍惜眼前，莫待错过，后悔莫及。如今看来，这些话你应该多提醒自己才是。去哪儿了？西风告诉我，百里将军连夜带着百里小姐走了。百里明香死之前跟我说，我爹把解毒方法告诉他了，我知道怎么解毒。真的。所以你可不可以不要再有其他顾虑，告诉我，你是真的不要我了吗？如果你是因为我爹害了你全家不能再接受我，那我会离得远远的，不再打扰你，
等我把药治完，派人送到你府上。我从来没有想过不要你，我只是怕，我怕，怕自己无法给你将来。我以为你不要我了，我就算不要这江山，也不可能不要你。答应我，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要再离开我，我们要一起快乐地走到最后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是爱，你是命中最美的。这里跟药柜姑且真一模一样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了。真的吗？那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之前我知道你很喜欢药柜谷，所以你在这儿也可以种一些你喜欢的花花草草，种些你喜欢的草药。也多亏了朱鱼，这段时间是他帮忙布置的这里。谢谢你。我们到里边去看看，看看里面你喜不喜欢。喜欢吗？当然喜欢。喜欢就好，你开心我就开心。殿下，你还有什么最想要的吗？愿得一心人，白首不相离。不见，而你在这里就温柔了一切。陪你看美海的月，陪你多甜蜜的。小殿下不好了，宁静小姐走了。走了？她不会贪玩又跑出宫去了吧？小姐说她回云空学院去了，奴婢只怕她在路上出什么意外。小殿下，您还是亲自去追回来吧。真是不让人省心，教训了两句就跑回家了。她会去她应该去的地方，没什么好担心的。可是奴婢只怕宁静小姐这次回去就再不回来了。一个麻烦精在这只会惹是生非，不回来倒好了。可是下去吧。是。唐礼，好不容易摆脱那个丫头，我应该高兴才对，怎么还会想她？对，我应该高兴，不想她。小殿下，宁静小姐来信了。信？嗯，什么信？能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成亲。
程静好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什么麻烦精逼着我娶她。程静好，小殿下，心情不好。顾太医，我没事。小殿下，太医院的事情微臣已经安排好了，如果没有别的什么事情，微臣想休假几天，回去好好照顾我家小姐。啊，好。顾太医，我哥陪云溪去梅海了。殿下终于跟云溪小姐重归于好了。幸事，幸事。顾太医，可以陪我聊聊天吗？听小殿下之言，这么多年，你难道真的对宁静小姐一点感觉都没有？微臣是外人，但是微臣以为，如果小殿下真的不喜欢宁静小姐，那么她嫁给别人，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嘴上明明说着喜欢我，一转头，还不是随随便便就嫁给别人。这种女人，我才不稀罕。小殿下，有些事情错过了就是一辈子。有多少人穷尽一生想要在一起，结果却是无疾而终。小殿下已经拥有了别人所没有的幸福，就更要好好珍惜。微臣想，小殿下心中应该已经有了答案。那么微臣就先行告退。新人跪拜。一拜天地。不能拜。师父不能拜。这不是唐离唐公子吗？你不是已经离去，回来又是为何啊？师父，今儿不能嫁给谢师兄。为何不能？因为今儿喜欢的是我，嫁给谢师兄，他会抱憾终生的。孽徒，住嘴！静儿是喜欢你，可你呢？众所周知，小女是喜欢他，可是他又做了什么呢？实不相瞒，小女与此人早有婚约，可是就在大婚来临之际，此人逃婚而去。令小女伤心欲绝，令老夫颜面无存呐。真是想干这样。今日小女完婚之际，此人又来捣乱。只是小人之举，邪恶之徒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宁静，不能嫁，不能拜。唐离，念在你我师徒一场，你今日若是来为你的师兄
和小女祝贺的，老夫自然欢迎。但是，你若是来搅局捣乱的，老夫定不能容。哎呀，是啊，静儿，不能讲。赵嬷嬷，继续吧。二拜高堂。哎，不能拜。宁静，宁静，你不能嫁给他。难道你忘了吗？我们可是有过婚约的。你天天追着我，让我喜欢上你，可是现在呢，你却抛弃我嫁给别人。我不同意。以前是我错了，我误以为自己不喜欢你，一次次的拒绝你，伤害你。可是我现在想明白了，我不想你嫁给别人，要嫁也只能嫁给我。恭喜呀。那个时候你天天跟别的师兄弟玩，完全都不考虑我，看都不看我一眼，所以我才会暗中使唤，想引起你的注意。静儿，我喜欢你。你不要嫁给别人好不好？看来这孽徒真是来搅局的。来人。嗯，静儿，静儿，你不能拜堂。宁静，你不要做傻事。宁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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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出来，你不能嫁给别人，我们还没有解除婚约，你还是我的未婚妻。宁静，你不能嫁给别人。我一定会好好对你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永远都不跟你顶嘴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宁静，宁静，你出来呀、啊！宁静，你出来呀、啊！宁静，宁静，我说什么都是对的，是吗？宁静，宁静，我男女授受不亲。你没拜堂啊？拜什么堂？新郎都被你吓跑了，我跟谁拜堂？再说了，我怎么就命这么苦啊？成亲了两次，新郎都在拜堂的时候跑了。我以后再也不跑了。你跑不跑关我什么事？我又不跟你成亲。你不跟我成亲，跟谁成亲？谁要是敢娶你，我就再闹一次喜堂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你。我今天搞砸了一个婚礼，就赔你一个。我现在就跟你去拜堂。现在？对，现在。新郎官儿，别傻笑了，赶紧跟新娘拜堂了。新人跪拜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
相公，良宵苦短。相公，你为何坐在桌前不过来？我总觉得哪里不对，稀里糊涂就跟你拜了堂，感觉我好像被你下了个套。中途可是换了个新郎官，包括师父他老人家在内，丝毫不觉得诧异。还有，谢师兄也不生气。还有，这我这新郎服怎么会那么合身？就好像给我量身定做的一般。还有，师母也没来，我哥也不知道，明明可以在宫里举行的婚礼，怎么就在一个酒楼就办了？哎，你不觉得我们这个婚礼有点太草率了？拉我拜堂的是你，闯我喜堂的也是你，现在说我下套的还是你，怎么刚跟我拜了堂，现在又要反悔啊？哎呀，不反悔不反悔。那你在这瞎琢磨这些干嘛？嗯，不琢磨了。宁静，哦不对，娘子，今夜是我们的洞房花烛夜，喝杯花酒，交杯酒怎么样？你笑什么呀？我总觉得我们下一秒就会吵起来。谁要跟你吵架呀？唐丽，你能不能认真点儿？好好好，我认真，认真请。烛火。先把药喝了。再休息几天应该就好了。你伤口还疼吗？不疼了。你先躺下。先躺下。你不是一直想母凭子贵吗？我还没准备好。疼。没事吧？你伤口本来就没好，再这么折腾又该裂开了。都已经愈合了，怎么还会裂开？嘿。殿下，你先好好躺着。我把药拿出去啊。
顾大哥，你来了。忙完了，过来看看你。小姐气色看起来还不错。可能是这里空气清新，景色又美，人也就舒心多了。这里确实是个避世的好地方。小姐生活的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顾大哥，我刚好有事要问你。你跟我来。这儿，你看。看。这里是秦王殿下为秦王妃所建造的，之前我也在这里帮忙，现在我住在这里。七少，你开心吗？这里跟药鬼谷一模一样。七少，你慢慢看，我去找西风来。小姐，什么事？顾大哥，我问你一件事情，你不准骗我，不准隐瞒我。你问吧。百里明香跟我说，药姐殿下身上的毒蛊必须要用我的心头血做药引，这是真的吗？你要如实告诉我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这件事情千万不能有第三个人知道。殿下，你怎么起来了？你怎么哭了？没什么，我只是开心，能够这样一直陪着你。傻瓜。我只怕良辰好景一时，想起以前的种种，有些唏嘘。其实，我也害怕。你也会怕？你可知道，我刚见你的时候，你可凶神恶煞了，性格又冷，在王府的时候，对我又凶。所有的重担都一肩扛，在我看来，你是最遥不可及的存在。这样的你，也会有怕的时候。我害怕，害怕爱而不得，害怕相爱了却无法在一起厮守。害怕到最后，一切的一切终究会化成一场空。不要怕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无论未来有什么，我们都共同面对。只是。只是什么？只是你不要对我关闭心门。不要轻言放弃，你就是我的力量所在，
为了我，你也不能放弃。云溪，这一生能遇见你，我何其有幸。你刚刚跟毒丫头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我也是无奈。你就不能骗骗她吗？以她的性格，她一定会牺牲自己救龙飞夜的。即使我骗了她，只要没有别的办法，一旦殿下生命垂危，她还是会那样做。那怎么办？为什么会这样？这些药剂到底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？至少还需三个月。三个月？大饶命啊！大饶命啊！再给你们半个月的时间，小人们一定竭尽全力把药赶制出来，一定赶制出来。这是以心头血为药引配制出来的解毒蛊的药方。七毒草。七毒草还有半月成熟时间，成熟之后必须马上采摘下来，半月之内用掉。殿下的毒蛊不能再拖了，也就是说我最多还能活一个月。小姐，你是宗主唯一的血脉，我希望你再好好想想，说不定我们还有别的方法。顾大哥，我知道你舍不得我，我也舍不得你们。可是，这是我爹种下的因，我就得来还这个果。即使不为如此，殿下也是我最心爱的夫君，救他是我义不容辞的事情。顾大哥，最后再拜托你一件事情，等我取出心头血，还请你帮忙炼制解药给殿下。要是殿下问起来呢？能瞒一时，便是一时。七少，你要去哪儿？天辉帝给南疆下毒瘟疫，是为了研制毒蛊人进行的实验。他现在着急研制毒蛊人，如果我们能拿到研制毒蛊人的配方，就可以找到救龙飞夜的办法。是啊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好，走。启禀陛下，毒蛊药剂已经完成，现在万事俱备，只差最后一步。算算日子，南疆那边的毒瘟疫又会再次爆发了吧？据探子回报，南疆那边一切正常，没有再次爆发毒瘟疫。老奴推测，应该是龙飞夜把南疆的毒瘟疫彻底根治了。龙飞夜又坏了朕的大计，陛下息怒。不管怎么样，毒蛊人大军的计划不可以再拖了。我们要对京城杀个措手不及。可是陛下，我们去哪里搜集这些材料呢？有一个地方，京城和西京的交界，青山镇。
醒醒啊！哎，求命啊！救命啊！我们先跑！我们先跑！救命啊！大王，我操！救命啊！看来青山镇出事了。糟了，不知道雨泽怎么样了。雨泽，雨泽，谁呀？是我，七少。七少是你呀，快进来。进来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这里发生了什么事？顾太医也来了。我也不知道，前两天还好好的，昨天突然瘟疫又全面爆发。官兵们说瘟疫会蔓延，说要把这里所有的人都抓起来隔离。我发现事情不对，这才一直躲着，没有被发现。又是毒瘟疫，看来天辉帝已经研制成功了毒蛊之毒的药，下面开始做实验了。大人。说。又有20个人死了。药剂提炼本就不易，非常稀少，不能再浪费了。以后你们选好了材料再做实验，把那些看起来本来就老弱病残的全部杀了。火化。是。这两个材料还不错。公公，找得好，谢公。七少，这绝踪草的生命实在顽强，我烤到现在都没有烤干，我想了很多办法都不行。你们这样烤是不行的，我听宗主说过，绝踪草需要一片一片的烤才能烤干。上次七少给我那一只，我也是切成了片，足足烤了半个月才烤好。你这么说，那我们现在时间根本来不及。是啊，过去了这么久，绝踪草的药效肯定大不如前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要一试，说不定还能拯救一些染了毒瘟疫的百姓。雨泽，你就按照太医的方式继续烤这些绝踪草。好。哎呀，我在想，我们现在想拿到毒蛊之毒的药剂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扮成青山镇染上毒瘟疫的那些村民，我们才有可能混进去。我知道你一直向往男耕女织的生活，等到大战结束之后，我就把王位让给唐离，然后我就陪你一起隐居到田间，怎么样，陪你过这样的生活好吗？怎么不愿意？当然愿意，我跟你说啊，我都想好了这里要怎么布置。我要在那儿种上很多很多的紫藤花，然后那边种上绣球花、牡丹，庭中再来一些荷花，这样我们冬天的时候就可以在雪中摘梅打雪仗，夏天的时候听虫鸣，那就再种一些芭蕉，早也香香，晚也香香，岂不快哉？好，都依你。你还回去处理政务吗？不回了，唐离也该独当一面了。西风说他处理政务已经井井有条。对了，近日在欧阳院长的主持下，
唐离和宁静成亲了。这么仓促，连殿下和我都没有通知。应该是院长想办法促成的。你放心，等以后我会让唐离再风风光光的迎娶一次宁静。这两个欢喜冤家总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，真好。互相祸害总比他们俩祸害别人的好吧。那你呢？我祸害你一个就够了。你只许祸害我一个人。取心头血之前，一定要做的事情。体验和殿下隐居的日子，主动亲殿下，圆房。如果没有和殿下圆房，他应该会很快忘记我吧。让殿下死心，我以前一直幻想在山水之间盖一座房子，里面只有我和我爱的人，没有人打扰，每天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如果晚上睡不着，还可以拉他出来看星星。如果要是夏天的话，加上几块冰镇西瓜就完美了。那现在呢？完美吗？只要有你在身边，怎么样都是完美的。殿下，如果有一天我不见了，你会想我吗？我不会让你不见的。就算有一天你不见了，找遍天涯海角，我也会找到的。那殿下会喜欢上其他女子吗？弱水三千，我心里只有你。你现在这么说，如果我真的不见了，殿下只会记得我一两年，便会把我忘了。谁说的？话文里都这么写的。从来只见痴情女子，男人多是负心汉。以后啊，少看这种书。殿下，安慰都撤走了吗？我已经命他们在500米外守着，根本不会进来。那就好。这是缘，你是命中最美的相见。脸很甜，笑容更适合你的脸。再一遍，激情从前的一笔一点。殿下，再过几日我就要开始闲情，我会挑你的刺，我会让你讨厌我，我永远也做不了你的王妃啊。
当我们命运重叠，恍然大悟，才发现原来这世界。毒瘟疫果然改善了他们的体质，他们体内的毒蛊更加稳定了。李公公，这群毒蛊人虽然威力巨大，但是无法臣服，恐怕难堪大用。不怕，只要真正炼制成功了，经过银针对大脑穴位的刺激，便会消除意识，只会听命于陛下这个蛊主，不断透支生命，变身毒蛊人，为陛下攻城略地。那只要毒蛊人研制成功，陛下便可一统天下了。千秋万载，陛下将一统天下。三位继续辛苦，咱家这就向陛下报告喜讯，你们就等着论功行赏吧。多谢公公。等等，顾太医。走，追！追！走。顾太医，穆老将军，你怎么会在西京？穆老将军，你应该知道，天辉帝正在制造毒蛊，晚辈恳请老将军，为了天下苍生，阻止陛下。顾太医，背叛龙家的事情，我穆家子弟做不到，顾太医还想自辩，就当今日没见过老夫就是了。穆老将军，你俩赶紧走吧，多加小心，走吧。咱家可是在陛下面前给你们担保了，可是事到如今，你们连一件事情也没有办成过。想必你们应该知道陛下的手段。公公，这次是属下失职，下次绝对不会再如此大意。那咱家就再相信你们一次。起来吧。谢公公。坐吧。你二人是咱家最得力的手下，陛下正值用人之际，咱家在这个时候举荐你们，也是为你们好。谁都不愿意一辈子甘居人下，只要你们肯听话卖力，自然会有功成名就的时候。公公不计前嫌，我二人一定一心一意为公公办事，将功赎罪，万死不辞。好。只要成为毒蛊人，
才是你们将功赎罪的最好机会。静儿，什么事让你如此慌张啊？守将传来急报，西京边境青山镇毒瘟疑肆虐，现在已经大范围扩散到我们境内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大人们说，这毒瘟疫并非那么简单。上次南疆之灾，我哥就破坏了天辉帝研制毒蛊人的阴谋。这次，只怕是他故技重施，铤而走险，在青山镇下毒。这暴君简直是丧心病狂。他已经没有退路了，准备拼死一战了。那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。不行，现在一切都还没有准备妥当。虽然各路兵马都已经严格按照程序在准备，军饷已经准备就绪，但是离庄稼收成还有两个月的时间，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出兵攻打西京。师兄知道青山镇的情况吗？他和韩云溪好不容易才重归于好，没有告诉他。我准备自己去一趟青山镇查探情况，已经召集了上次那批太医随行，只是顾太医几日前告假，不过好在上次研制解药的配方和配药都还在。懂得未雨绸缪了，做得不错。多谢娘子夸奖。我决定了，我要跟你一起去。不行，青山镇情况不明，我不能让你去冒险。唐离，出嫁随夫，现在我是你的夫君，你得听我的。那你要多加小心。放心吧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嗯。真的没有想到，竟然连一种成分都分辨不出来。看来这些草药的精华经过萃取融合之后发生了改变，很难检测出真实的药性。七少，既然此法不通，我们试试直接调配解药。好。毒宗在药鬼谷研究解药的时候，我是看过的。你让我再想想。稍安勿躁，我们一步一步来。可毒丫头不等我呀！我真是白学了这么多医术。娘娘，你要的莲子羹来了，放下吧。你先退下。是。参见陛下。免礼。启禀陛下，老奴发现内力高强之人较之普通人能更快地变成毒蛊人，老奴正在想办法寻找这些实验品。他们能坚持多久？回禀陛下，如今毒蛊人的模样可以维持十炷香之久，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，他们就可以一直保持毒蛊人的状态。好。如果毒蛊人研制成功，你将是天宁的第一功臣，朕不会亏待你的。老奴谢陛下恩典。陛下驾到。参见清妃娘娘。参见陛下。免礼。
青儿，让你住在这里真的是委屈你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朕一定很快打败龙飞燕，夺回朕的江山。臣妾一直坚信陛下能重新夺回江山。陛下，臣妾亲手给你熬了莲子羹，可以安神养心。太医不是说了吗？多思伤身，陛下还是要保重龙体。来，趁热喝了吧。嗯，青儿果然好手艺。陛下喜欢便好。若这个世界凋谢，我会守在你身边，用沉默坚决抵抗万语千言。倘若这世间一切都在无情的崩裂，我会用手中的剑为你缝圆，陪你看日升月间，陪你看沧海变迁，陪你一字又一言不下回忆的诗篇，陪你将情节改写，陪你将八荒走遍，只因你独得懂我，而你注定是我的心头线。这誓言已是命中最美的相见，别恨天，笑容更适合你的脸。再一遍，记起从前的一滴一点，别怨我不在身边，记住我陪在你的身边。若故事重演，我想我依然会用我的一切换明天，就算我不在里面，可你会明白我对你的永世不变。这誓言已是命中最美的相见，别恨天，笑容更适合你的脸。再一遍，记起从前的一滴一点，别怨我不在身边，记住我陪在你的身边，我陪在你心间。